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急先锋啊。今天大盘只涨55点，55点多不多？其实不算多，但是你要注意到有的股票在这里慢慢做止稳了，未来有机会涨50%到1倍。当然我在这里还没有涨50%到1倍，我要讲你也不相信，那没关系，你就跟着我做就对了。我们长线也要赚，短线也要赚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在这里啊、开一个平盘左右，哎，慢慢拉上来，慢慢拉上来，对不对？台积电也不跌啦，台积电也不跌。虽然我没有买台积电啦、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台积电如果在500块以下，你就不要卖啊。你有什么好卖的？不欠钱有什么好卖的？对不对？台积电你看一下，慢慢稳啦、啊，年线跟半年线形成黄金交叉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好、哦、那再来呢，再来6531的爱普今天小涨啊，今天下午要法说啊，看他会不会涨停板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各位啊、哦、在这里底部尝试做出来，量那么少，你叫他怎么涨停板啦、啊、他有量就涨停板啦 啊多少量，最少要8000张吧，哎，明天搞不好8000张就涨停板了嘞，对不对？那6643的 M31, 哇老师啊，582到多少？606，606，606，606，哎，老师，这个又30几块了呢。老师，我都没有嘞，你没有你家的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5222，来这一支啊，收盘219而已，没关系啦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买188191，买两笔202出掉。出掉以后打回来啊、哦，在185188又买200块又出掉，打到192又买回来啊、哦，在这里197大力加码，分两天全部出光光，最高卖到220块，前面大概赚了20几块，后面赚了20几块，10张。20几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有会员买23张的啊，23张再加上20几万，各位赚了快100万了，光这一档全讯赚了快100万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各位啊，所以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啊，选股很重要。4979，我们昨天有买嘛，对不对？4979。华星光我们今天出掉了，老师赚不多，赚一个便当钱，今天还冲冲乐，525又买啊，有一个会员525又买，53块出掉，赚一个便当钱。老师你怎么做那么短啊，赚钱就对啊，不然呢、欸、啊，我们就是真的有赚啊，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我们有买啊，今天我们要告诉你我们出掉了啊，明天涨跌跟我都没有关系哦，我是赚钱出的，我不是赔钱出的，那对不对？各位 ，W188 标股急先锋，打电话进来就对了，我让你赚一倍啊！各位，好、啊、来看一下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，底部量做好买点。爱普已经赚150块、啊，我们前面有大概300多块，那边有出掉335、338有出掉一些，后来我们又买回来了。四星对不对？赚很多了。M31 都当冲都有赚。啊、哦、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跟各位投资朋友讲啊、哦、来我们看一下爱普。爱普他下午要法说，今天已经不跌了，对不对？老师今天冲上去会涨停了，你别笑诶。这是你买的是不是啊，这是你卖的是不是啊，你买278卖272，你像话吗？你不会不要动啊、哦、啊，我有一个会员啊，哈哈，很好玩啊，啊他买272 OK 的啊，他不杀下来他不买，他说老师他不跌我不买。好，爱普要不要动了，来看一下。老师啊，他这 ABC 的修正跌很深了呢，来
老师弄个周线给你看看好不好？什么叫周线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盘。大盘。大盘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半年线跟年线黄金交叉了嘛？对吧，大盘。对吧，我们来看大盘。大盘来看一下周线。周线，哎，老师这个周线就在这边横着走呢。啊，就在这样走。老师这一波最好赚啦。这一波的次好赚啦。啊，现在都在整理啦。整理难道没有股票可以做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6531的爱普，对吧？第一波从140涨到210，涨70%，涨 50%。哎，210也会跌嘞，跌到160。第二波从160涨到342。258嘛，啊、哦，你看啊，涨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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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嚯、哦，老师涨到342这边休息一下，大盘不好嘛，从342跌到268，你不敢买，我带你买，对不对？哎，周线已经，明天老师为什么在泰勒观里面写，他必须站上278，因为周线已经一黑两黑三黑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一黑两黑三黑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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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各位，它一涨的时候都是涨几个礼拜，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礼拜，十三个礼拜大概就一季，半年是26个礼拜嘛，小编还在算，一年就52个礼拜嘛。哎呦，老师我不懂啦，你不懂啊，我懂，我懂就好啊。整理三个礼拜，再加一个礼拜，四个礼拜，铁钉线它没量嘛？你看它有量的时候就是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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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现在没量嘛，没量让它休息一下嘛。哎，休息才好啊，空手者才可以买啊，那不然呢？你非要买这342，你怎么想啊你？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不是整理完了就要上了？我们看3661，对不对？你看500多块跟你讲买你也不买，对不对啊？800以下跟你讲买你也不买，老是三线翻空，就涨到1300，你拼命去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只股票诶，在本周收周线有低你就买，对不对？3443嘎尾的嘎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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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卖掉天天在骂创意，不知道在骂什么意思的。人做错哈，人不要这么丢脸，做错就认错就好了。啊啊，为什么一直要骂人家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啊，骂了你不会靠后牙嘛。骂了以后你去买2603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连跌三个礼拜。我跟你讲2603很可怜的、啊。他如果收盘150啊，再除个70块剩下80块。那、啊、公司倒掉算了啦。嗯，公司倒掉算了啦。把钱都拿去发给员工啦，年终奖金啦，然后不管股民啦。啊，人家还有一个小白违约交割2900多万啦，买在多少？买在278啦。一个礼拜就违约交割了。几类摆的后啊，他不违约交割那死得更惨，一周两周三周。对吧，何必呢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，航运就过了嘛，人家就过了嘛。对不对？跟你讲你又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来看我们看6643。你看啊，周线大长红。你自己卖掉了啊、哦、你自己卖掉了啊、哦、,500 块 ,550 你卖掉了啊、哦、你吓死了啊、哦、今天 6606。明天呢 ,666,666,666,666,666, 对不对？然后你非要去买6533金星科。跌了几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两个礼拜，三个礼拜，四个礼拜，五个礼拜，六个礼拜，七个礼拜，哦，再跌就八个礼拜，再跌到八个礼拜我就买了。各位好好玩哦、啊、所以各位啊啊、哦、还是没买啦，没买就没买，做人要有诚信啦，没买就没买啊，没就是没啊，没你是要怎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啊，你看不懂我教你看周线嘛。好，周线你看好，现在都在横盘走嘛，对不对？你认为周线来说，哎，这个礼拜的量没有上个礼拜大，应该没有上个礼拜大了啊、哦。那但是这个礼拜应该收个小红，
哎，小红是谁？你知道？小红就是我们那个小编，他小名叫小红，哎，虽然他不承认，但我叫他小红啊。所以各位，小红，小红，小红，哎，小红就是起涨的开始，对吧？你看大盘连跌四个礼拜，哎，四个礼拜完就拉出一波段，好，就跟艾普一样，对吧？第一段，哎。你们懂技术分析的，哎，不懂看这个，看这个，要送你，你都不要打电话进来，对不对？参加就有哦，你自己看，你都懂了啦。哎呀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艾普是不是在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、五个礼拜，五个礼拜涨五成，然后拉回修正，它不会破底，然后又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，涨了13个礼拜，涨了一季。现在要修正，这一次修正，我跟你讲，保证不会修正超过这边，所以它在游上去了。哎，你不要等到过342才想买哦。现在有空单，空单最好，就慢慢空嘛，有本事就慢慢空嘛，啊、哦，各位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跟你讲，你也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日线，日线，日线，好。日线来看一下日线，好，日线来，我们看一下日线，把它稍微放大，缩放大一下，日线对不对？从12000多点涨到这个16000多点，涨太多了嘛，要休息一下，所以最近都在这个都在横盘震荡打底，横盘震荡打底的时候就是个股表现嘛。那个股表现你有没有做到522的全讯？各位，全讯185买，188买，190买，202出，188 185又买，对不对？200多块又出，出了又下来又买，买了哦。各位，全讯老师，你做全讯做得很成功欸。我一个会员讲，老师我光全讯赚了40-50万欸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盘不好哦，真的是不好啦。啊，不好，我们上下来回做。上下来回做，上下来回做呀，上下来回做。各位啊，我们没有做别的啊，那个什么什么啊，很多支啊，什么什么宝一啦，那个没有做，没有做就是没有做，做人要诚实啊。我没要搞，我打起股票都没走。我看啊，各位没安内啦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8046的南电。盘中不小心就哇，老是跌那么深，虽然尾盘拉上来，公司自己说不好。我跟你讲啊，他回来刚好在这里顶到啊，这一只股票啊，其实我们也想做了，但是真的很难做了。好，我又没有把握哦，没有把握就不要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做 IP 股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艾普就明明可以让你赚5成到1倍，我会员已经赚了500万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买30张赚500万，那陈月亮小姐她是买10几张也赚了100多万，100多万卖掉一部分，哎，还跑到日本去玩啊，现在又回来又慢慢赚，哎，好，后面还有100万等她赚了，后面还有100万啊，还有后面还有100万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3037的星星，3037的星星最近齁、哦、这个齁、哦、最近齁、哦、这个投信跟外资一直买，哎，她碰到年限了嘞。碰到年限了呢，就老了呢。老师他年限这里会震啦、啊、你放心啦、啊。他也不可能拉长虹上去的。啊。对不对？星星猴子。啊，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啊。对不对？啊，这一只股票其实偶尔做是可以。当冲来冲去冲一下是可以的。老师那明天要不要来冲？打电话进来啊。好不好？会员听着。明天可以我就冲啊，啊不可以就不冲啊，啊本来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还有呢，6719，立志我们出光光啊，老师收最低耶，我们在这里出光光啊，出光光，这分两批出啊、哦，出这一天跟这一天哦，两批出光光啊，出光光啊，啊现在就等啊，因为它年限你看啊、哦，冲过年限又下来，应该没量了。现在跟弃婴一样，所以你不来找我，你去追到这个涨停，各位，你去追到这里的，你不是
哎，370几，现在像300几，输70块，10张就70万，你输得起70万，你不来参加会员，结果你都追到最高点，哎，像话吗？哎，那老师啊，真的要带进带出啊，啊，不带进带出啊，我们是赚几十万了，赚不多了啊，大概赚320几、370几，最少赚个大概40-50块啦，40-50块10张就40-50万嘛，爽呆呆的，爽呆呆，爽呆呆的，爽呆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各位要知道进，要知道出啊，啊，那在这里我就是这样，我告诉你啊、哦，我们做的股票，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啊，我们有的了啊，6643 M31 小华，明天开始数钞票啦。开始数钞票啦，钞票钞票钞票，6531的爱普开始数钞票啦，钞票钞票钞票啊，还有什么6531爱普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就是3661的四星数钞票啦，钞票钞票钞票，3443的创意数钞票啦，钞票钞票钞票，明天搞不好做创意的冲冲乐的，冲冲乐，冲冲乐，哎，创意我们做过一次哦，这个清代才有哦，我们当初买1100多嘛，赚40块出，你说40块多不多？不多啦，一张4万块而已啦，10张40万啦，啊，我们现在要回来做啊，不行哦，啊，人家那个高伟说哈、哦，这个1000多块买创意哈、哦，这个是呆子。哦、我们冲冲乐啊，什么叫呆子？当冲隔日冲不会做，你每要走到咖喱嘛，对不对？总比买这个2603好吧？今天冲上去又下来，还150块，看一下多惨！咚咚咚咚，哎，违约交割哎、欸，小白违约交割哎、欸，我希望不是高伟老师的会员啊、哦，一天输违约交割3900万。嚯、哦，好惨啊！所以各位啊，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。我们今天先讲好哦，4979，明天涨停板，恭喜你；明天跌停板跟我们没关，因为我们赚钱出掉了啊，出掉了啊，出掉了，对不对？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！啊，老师有消息啊，知道今天它会涨啊。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有法人的朋友，我朋友比较多啊，对不对？老师在市场超过40年的经验，盘中都有法人打电，偷偷打电话给我，哎，林老师你要做哪一支？林老师怎样怎样？啊，我们明天大概会开单，会买300张、500张，我会员就算买10张、20张都买得到，要卖得掉。啊、难道骗你的，对吧？成交量10000多张，哎，出不掉，出不掉，那出得掉嘞？啊，明天要不要再做当冲？我哪里在？你看，啊，529这边挂100多张要卖，下面挂100多张要买，随便啦，我们已经出掉，没我们的事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各位啊，技术分析教你，你如果看得懂 K 线，你就不会怕，你就赚得到很大的钱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看不懂 K 线，你会追高杀低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 K 线，我教各位投资朋友什么叫 K 线。好，你在这里就要记住啊、哦，各位 K 线，我跟你弄个周线，好不好？弄个周线，来周线，没有老师会讲周线的，长波就涨周线啦、啊，这里到这里啊，有股票涨50%啊。这里到这里啊，有股票涨1倍啊，啊，现在呢，未来的1倍在哪里？6531的爱普啊，这里到这里啊，140到210不是50%，160到340不是50%，1倍啊，未来会不会有1倍？我哪在？明天会不会跌停？保证不会。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我不知道啊，跟着我做就对了，对不对啊？各位啊，6643啊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非常有机会，因为
它周线开始要过新高，今天收盘 606， 明天 666， 啊 ,666666666666666，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对不对？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各位有买有卖，获利放口袋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十八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:30到晚上10:00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了。